15块钱的自助店还能吃到这么拉丝的黄米糕，爽爽的红烧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姚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，然后我们来吃一个自助快餐。这个24小时自助快餐，之前他们家是有早餐和午餐的自助，现在竟然还开了晚餐，赶紧来冲冲。这个是什么呀？黄米糕。我好像来到了诺基基大本营，麻球也来点。大晚上的看到这包子，谁不迷糊呀？再次证明他们家不是料理包，都是现做现蒸的。小鸡炖蘑菇，东北的特色菜，红烧肉。哇，这个芸豆也超好吃，搞点艾米饭。这还有面条和卤汁，他们家粥也好多，这个等会来一碗应该挺好喝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来一点皮蛋肠也来点。哇，这还有凉皮，大夏天的吃这个不要太爽，搞点。这个肉肠看着好多肉，他们的凉菜也超级超级多。这是麻辣烫还是冒菜呀？里面还有肉片。这个应该是麻辣烫，这个应该是冒菜。来一点来一点。这个是酸菜炖菊骨，来得巧的话正好能吃上他们的菊骨，还挺好吃的。竟然还有藕夹耶，蘸酱菜虾片花生米炸刀鱼。这一盘子15块钱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它这个芸豆又添新菜了，再来点，这个特别好吃。竟然还有大碴子粥，哎，都打回来了，都打回来了啊！他家好吃的太多了，根本跳不过来。先尝尝这个黄米糕，15块钱的自助店还能吃到这么拉丝的黄米糕。嗯，还有一股奶香味。嗯，好酥啊！这是15块钱该有的品质吗？特别糯，嗯，大晚上的吃这个真的是幸福感爆棚，鸭血，这个一点都不输外面单独卖的冒菜。嗯，好香。嗯，可以。自从发现了他家的15元自助快餐后，我就没再去过其他家的自助快餐。凉皮，这个凉皮我喜欢，是麻酱酸甜口的。这个粥也看着好好喝，嗯，来块红烧肉，太香了这包子，嗯，这上面都是被油浸的，油润润的。他们家还有韭菜盒子，我上次吃啊，那里面韭菜可鲜灵了。刚才吃那个包子也是油油润润的，粥也很好喝。他们家早上开的早餐自助也非常好吃，而且才10块钱。要不是我早上起不来，我天天来选。嗯，东北特色油豆角非常好吃。爽爽的红烧肉，我爱死这个黄米糕了，我天，巨拉丝巨黏，嗯，而且奶香奶香的。这个麻球的馅好多哟，馅馅馅，兔皮除皱，
我家里也好多肉啊，哇！好鲜灵。皮蛋肠，能看到肉颗粒的香肠，小姚爱香菜，他们家好吃吗？我经常吃，我感觉挺合适。哎，今天这顿饭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顿饭的话，请给小姚一个免费的点赞吧。